不够乱，老风景，你是何必远山行？一边去，满堂情，敢言天下不负卿。一生难醉凌云志，长路且歌且前行。今朝大醉三千梦，今夜孤影白月明。光阴线霜花里，斩几了冷露。钟声响，天地明，沧海难阻故人情。是是非非斩不断，全当浮云到一境。不过江湖三两事，当初大剑亦可平。不过为了能更快地找到转世之人，这些都是值得的。去吧，去帮我找到转世之人。若是龙爷知道我自斩九刀，肯定要骂我是疯子。但还是不够，仅仅只是九个刀身还远远不够。他居然硬生生弄出三千化身，这得要多么磅礴的气血做支撑啊！九尊道身，再加上三千化身，看来他是铁了心，要找到所有的转世之人。去找到他们。接下来，继续去找他们的转世吧。周天演化算到昊天失血、昊天失运，陈荣云和黎章都转世到了这座城池里面。他们几人倒是有缘，想不到恒月曾经的九大真传之一叶如雪，如今会变成一条鱼。十年过去了呀。爹爹，你要吃果子吗？谢谢若曦。都过了十年时间，若曦为何还是没有长大？不仅六道仙轮眼看不出来丝毫端倪，就连周天演化也推演不出因果。爹爹，我们要不要回去恒月宗一趟？好啊，那就回去看看吧。十年前整个大楚只剩下93个修士，不知道现在如何了。没想到你也在今天回来了。如萱阿姨，都已经这么多年过去，她怎么还是一点都没变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圣主，见过圣主。免礼。我这是被无视了吗？圣主，这十年来大楚修士的数量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已经增加到了近万。你们做得很好。我等不才，无法解答弟子所有的疑问。既然您回来了，可否趁此时机为弟子们讲经论道，解答修道上的困惑？是啊是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的九天我就来为你们讲道吧。九日讲道终于结束了，是不是松了口气？师姐，嗯，他们快回来了。你说的他们是？是的，大楚自成轮回，所有逝去的人都会在这片土地上轮回转世。也就是说我能再见他。抱歉唐师姐，我找到许多转世之人，却始终没找到熊二。可你刚才明明说逝去之人都可以轮回转世。因为天魔入侵，大楚的轮回出现了问题，没有转世到大楚的人可能转世到了别的地方。别的地方是哪里？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，但无论多远我都会找到他。终有一日我会将他完好无损地带到你面前。好，
哪怕等到天荒地老，我也会等到这一天来临。如此一来，世界便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熊儿，就算你转世到了诸天万域，我也会将你带回来。那些已经找到的转世之人都在哪里？算算时间，他们差不多也该恢复记忆了。啊！哇！好孩子，我们回来了。见过众位师伯。叶辰，多亏了你，我们今日才能重逢于此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今日团聚，可要好好办一场酒席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大家今天喝个痛快。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回来了，可还有更多人没有回来。楚轩、楚灵、紫轩、龙隐、虎娃、夕颜、谢云、熊二、司徒南、林诗画、刘毅、段玉、南宫月、聂风，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。这个墓碑上面也有我的名字吧？祭拜自己真是个新奇的体验。接下来我将要闭关，全力突破禁制，成为皇者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前往诸天万域，找回其他人。我明白，天庭的事就交给我吧。他这是要突破了吗？城隍归去不过3000余年，他的天境道之烙印还存在极强的压制。按理来说，再过6000年才能有人成为皇者。莫非是因为诸天轮回陷入混乱，才给了叶辰突破的契机？就算诸天轮回陷入混乱，先天禁制依旧还在。御杀了陈雷章，这挨打是你的习惯。坐云花剑阵，这可惹不起。就算死，也不会死这么窝囊。